想请教一下，有民众是第三轮有预约施打，但是因为他有事情没有去，但在第四轮，也就是今天没有收到预约的简讯，平台也没有办法进行预约，请问他可以怎么处理？第二题要帮静电视提问，就是北市的市场有造册的人员，但是还有10,000多人没被分配到打疫苗，想请问北市剩余的莫德纳是否可以挪用到此类来施打？谢谢。道理好，来好，庄副。目前就是北市的当然是要这个，就是北市的部分，事实上就是事实上在这个某些医院事实上都有预约都已经额满了，他们在介绍前都可以打满哦。那这个部分有关北市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药师打，还是要询问台北市的政府哦。那有关刚刚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他在已经预约，但是在最后在看诊的时候没有出现。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设计是，他在这就是在下一轮比如说现在是在开放第四轮的部分，那第四轮他有预约，但是没有去，那会在第六轮的时候才会再收到。接到这个简讯通知，他再去预约，所以会有一轮他没有办法收到，以上。